4日下午，云林牧长及职场领袖代表为即将于本周六盛大举行的第一届云林城市祈祷早餐会前来拜会县府，盼聆听所需，让众教会给予祝福。双方相谈甚欢，彼此加油打气。张立善县长并于会后表达对城市祈祷早餐会的期待。我非常感谢哈，我们所有的教会能够哈群策群力，为了守护我们每一个乡亲啊，让我非常的向往啊，希望在当天呢，不只能够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前辈哈，能够齐聚一堂，大家共同啊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透过我们向上天的这个祈求哈希望主的恩典能够降临给我们哈，也让我们呢有更多的智慧，有更多的力量跟勇气啊来执掌这领受神。神的这个恩惠。好，我们来，我们就同声开口祷告。谢谢上帝，求主你帮助，主啊，求你帮助天县长有更多处天上人的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能力。主啊，还有一个分辨，就是神。主啊，在云林县我们看到好像没路可以走，但是主你亲自来祝福，我们就有路可以走。当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愿意在你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厚厚的恩在他们的身上。Amen。 亲爱的主，我们为我们县长来仰望你，让云林真的是不再一样。Amen。 亲爱的主，我们呼求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叫我们依靠你的时候就有智慧。亲爱的主，纪念他所做的，主啊，让他身体灵魂都得兴盛。Amen。 透过他在你面前每一步的摆上，主你就成就那更大的事，让上帝的国降临在云林这块的土地。我们特别感恩，因为真的在县长这几年带领，我们看见云林县越来越好。Amen。 主啊，你把那个从天来的智慧创意给他，主啊，让他看到这个土地的需要。Amen。 主啊，你透过他来祝福我们的城市。Amen。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主啊，让这一块地成为圣洁之地。Amen。 让这一块地成为一个祝福之地。让云县这个地方，尤其是县政这个地方，用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让它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一个有爱心的地方，愿意为百姓所摆上的之地方，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刚刚透过大家的祈求呢，我从内心里面就一股暖流上来哈，那我感受到神的恩典哈，也感受到大家对我很大的这个祝福。那我也希望带着大家的祝福呢，更加化作更多的力量来照顾我们云林的乡亲。